女星瞿颖出道后演出过多部电视及电影代表作。今年51岁，她由于保养有术，状态始终都维持得相当好，无论是脸蛋或是身材都很冻龄。最近她登上大陆综艺节目《乘风2023》，吸引大批网友关注的目光，尤其是她一身超不科学的完美身材，更是令众人惊呼连连。另外，她每次在社群分享运动画面时，一双大长腿也总是成为网友们热议的焦点。今日她在微博发文写下：“你们要的腿拉伸教程来了。”她透过照片解说，教大家腿部伸展运动。照片中的她身穿白色背心和黑色短裤，示范三种伸展运动，一双逆天长腿再度令网友全都看傻，纷纷表示要跟她练习这些动作。另外有人幽默笑说：“我的腿不够长，练伸展也不会变长啊！”令其他网友全都笑翻啦。